サンドロシラソロンドロロンダロボロンサラソロロンダラボロドロンダロンサラソロロンダラボロドロンドさあ、さらさらランドロボロ、敬爱的师父上人，我国历7月18日搬家，前两天。16日拜地基主，拜完吃了午餐就回老家，没住一晚，伺候好兄弟就先住了。自从搬进去住，每天会恐慌害怕，晚上睡觉一躺下就害怕起来，快到天亮才睡一下，精神欠佳，食欲不好。白天小孩上班时，一个人在家会突然害怕，想出去到行天宫拜拜或找朋友，不知如何是好。学生林怡珍，敬上。请坐。嗯，觉悟了，了了分明，本来无一物啊。那我们终身迷失，也就是迷惑的意思，迷惑的时候怎么办？浑浑噩噩，所以处处惹尘埃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好兄弟先住进来的？好兄弟本来就在啦，哦，他也没有先后，你知道吗？哦，我们要去了解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法？学法就是把这些宇宙人生的这些形形色色，哦，大家好懂哦。他本来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哦，相就是形形色色嘛。哦，我们只要活着，所有遇到你看得到的人事物，感觉得到的人事物，或者是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的，通通是叫做宇宙的这个现象。它是怎么来的，哦，它是怎么个存在法，把它搞清楚弄明白，我们明白了心也就安了。所以你发现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这些这个不安定，哦，忐忑，哦，害怕，都来自于一个所谓的不明白，哦，也就未知，对，未知。那么你要知道啊，哦，在我们还没有拜地基主以前，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跟不同维次空间重叠在一起，哦，所以你说现在有没有好兄弟啊？哦，当然有些地方有通行证啦，哦，啊，那么好兄弟你就要定义一下，有些是进不来的，有些是本来就在这边的，哦，那么有些好兄弟他都在那边比我们久上，我们人用100岁来讲好了，哦，好兄弟是很多岁呢。你看现在这个七月嘛，哦，现在是不是七尾期啊？大家在讲，哦，大家是不是很惶恐？哦，连神都惶恐呢。那一天有一群那个公庙的朋友来协谈，然后为什么说神都惶恐？我说，欸，你们那个庙是不是到七月的时候，农历七月就封门了？那个门就封起来了，只能走边门。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要怕好兄弟闯进去啊。都连神都害怕，很奇怪哦。那这个七月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普渡？那平常你们有看到路上啊、街上有些，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哦啊，有一些比较民间信仰的，是不是也在拜拜？好像初26哦。对，你知道为什么一个月两次初26？因为一个月请他吃个两餐，那就对了。哦，他的一天是我们的一个月，那你看他的寿命有多长？所以有可能他在那边已经千年了，哦，我们才来个几天而已。所以不是我们来了之后，哦，地基主拜完他才偷偷跑进去的啦，哦，所以你要去了解那本来就存在，那为什么有时候会被干扰，哦，有时候不会被干扰，哦，这个的决定在于有没有缘，哦，跟我们自己
的状态加不加、哦、当我们自己的状态好的时候，即便有缘的好兄弟众生跟我们自己有缘的这一类的、哦、他也没办法、哦、去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的气场好过他、哦、那么如果我们的气场精气神各方面比较不饱足、哦、那么我们就会在遇到过去生当中有缘的好兄弟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影响、哦、所以就这个影响当然它就有程度的分野、哦、有的会被影响的很严重、哦、那有的会被影响的很浅，那么这个严重与浅的这个决定关键又在哪里，在我跟他的相对能量来做比差、哦、如果他是低能量、哦、他比较低能量，那我是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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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这个很低很低很低，相对低还是有一大落差，对不对？这样我还是感觉到会被影响的严重。那如果我是低能量，哦，它是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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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换它被我影响，我、哦、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要不被影响，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精气神饱足。那么精气神的饱足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专念，哦，就是我们的没有杂念。哦、我们的没有胡思乱想、哦、我们心、哦、非常的稳定，从这边来、哦、真正的精气神。那当然道家、哦、有很多的功法可以去训练这件事情，可是通通、哦、也跟佛家的这一个宗旨没有相违背，只是佛家避其功于义、哦、言简意赅嘛、哦、比较直截了当，他告诉你调心，你越不去想这些、哦、他就越少有干扰、哦、我们只能讲说越少而不是绝对没有了。为什么呢？那你说你这一辈子都不想了，都不想了，脑袋都不想了，那是不是就都没有干扰了？而不见得是这样，因为你还带了上辈子的想来，所以你这辈子都不想会被干扰的那一个部分不是这辈子产生的，而是上辈子带来的，所以这样应该比较公平嘛，不会说一笔勾要，除非你离开这一个世界到了那一个完全没有恶缘的世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哦、在这个地球上的修持这么向往极乐世界、哦、极乐世界跟我们地球本来都没什么不一样、哦、只差在那边是诸上善人、哦、共处一会，而我们这边是诸恶人嘛、哦、对啊，那个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呢，啊，阎浮提是什么？阎浮提就是地球的古时候的印度话，叫做阎浮提。那现在的话叫做地球。你看，还特指我们这个地球哦。那他说这个地球居住在上面的众生哦的特色就是，他只要想的就是罪，就是那个恶，哦，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嘛。那这个业就是一种负面的定义法啦，哦，要不然业这个字本来是中性的。哦，那我们讲回来，这个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就比较重要了，对不对？那面对事情就是不断的去什么调整我们的清净心，好，把这个有忧虑的心调整回来清净心。那么有时候直接调不过来，那怎么办？那就用作意的，所谓的作意就是你要去转思想，好，你们讲的叫做建立新的观念，对不对？哦，对啊，就现在就必须要很多这些手续嘛，哦，要不然以前的人比较蠢，只说啊不要想，他就哦好啊就没了呢，哎，真的这样就解决问题呢？因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哦，这是真的啊，心现事变的世界里面，你只要断掉你这边，此灭彼则消啊，哦，也得不一样啊，包括哦顺道讲这些周边的问题啊，很多人七鬼习要特别容易梦到哈。哦有的没有的啊，那就是因为我们从小都被植入了啊这个概念啊，所以我们随时都在想。那遇到七月的时候怎么办？遇到七月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啊、哦、然后就特别多，对不对？因为大家在这个时间就那个，要不然昨天我跟好像马健有一番对话，他说这个中原普渡文化好像只有台湾有 哦他们大陆都没有，对啊，中原普渡。那是不是大陆没有好兄弟也不能这样讲啊？只是大陆你发现那个媒体在报这个东西比较少哦，哎，可是台湾很多啊，台湾以前那个鬼话连篇啊，哦，那个神出鬼没，那他这后面这一段是定错题目啦，
因为应该是鬼没神，神没鬼出啊，对不对？哦，因为都在报鬼，没有报神啊。哦，神很美好啊，都在报鬼，所以鬼出了，神没了。哦，那么不断哦会有这些，也表示我们现在的文化跟现实现象哦非常多这类的，层出不穷。哦，所以这从哪里来？也就是从我们这一块土地的众生的思维来。哦，那么新鲜事变了嘛，就变出来了。好，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要往这一个方向去思维。哦，那么你说啊，遇到一并坐哦，不是说他先跑进来住哦，他本来就原住民，我们这样想。那你认知他是原住民，你就会比较尊重他啊，对不对？啊，你如果认知啊，我住进来啊，我已经撒进了，哦，撒进的意思就是。整理房子，哎，我先把房子整理干净。你从外面外来客冲进来污染我的房子，这样你心就会比较不好嘛，对不对？就会比较有所挂碍。所以转刚是不是讲转思维、转观念？你不要这样想啊。那时候人家本来就比我早在那边啊，哦，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用善意对待啊。哦，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哦，学我的很简单，你也这个什么。拜啦，什么都可以升起来。你也就是在家里，对不对？做个心念佛这件事情，对不对？回向给这一些哦，你认知的好兄弟们，哦，大家和平共处。那和平共处久了，他觉得你大概很无聊，他也不会来找你了，哦，对啊，要我们很和平啊，啊，他妄想很多，妄想很多的人看到很亲近的人，会觉得他很无聊呢。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以前很多人来现场都问我啊，都说，哦，是我们本来哈，哦，学法都很有这个冲劲，哦，可是越学越入啊，越学接触越多，了解越多，越不敢学了啊。我说为什么呢？怎么会这样子？他说没有啊，越学每次都叫我们亲近啊，一直叫我们亲近啊，越叫我们不要想啊，叫我们亲近，亲近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哦，好无聊，好可怕啊。那你看。然后说，哎，那你看看我会不会很无聊？他不会吼，是不是我见过最幽默的？就是就讲，那就对啦，因为我们这个叫做比较亲近啊，亲近的结果就是活活泼泼哦，自自在在，多姿多彩。那这个原因跟结果，因为我们世间人的这个所有的学养的经验法则哈，走错方向，所以永远不能理解。哦，所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没有这一类，也就是说现代人比较可怜一点，哦，这些老祖宗的高度智慧的教育断层了，哦，消失了，哦，所以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错方向了，哦，以为要想很多，然后人生才会更美好，其实这是一个错的路径，想越多我们越杂乱，哦啊，好比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身边很多好兄弟很有趣？还是少一点比较有趣。欸，你看这时候就蹲呆了，你看看，欸，那少一点比较有趣啊，因为你认知它是负面的啊，所以亲近你身边都是美好的，你会有趣到不行。哦，那么只要你心染杂，哦，每天忐忑的话，新鲜事变，你的环境嘛，跟环境里面有两种嘛，一个叫人事环境，一个物质环境嘛，这两种都会变不好。哦，都会变不好。那变到这个力量影响到不同维次空间，假设影响到轨道也会跟着我们人类的思维错误而变不好哦。这是互相影响。以前不是，以前都是轨道哦，让人道变不好比较多哦。毕竟人道稍高轨道一层嘛。好，哦，啊，哎，你们指的好兄弟应该就是轨道嘛，哈，哦。哎，这个要定义一下。然后我讲半天，可是我们不是讲这个，我们是讲外面那个刺青的，那就都错了，对不对？所以好兄弟应该是这个轨道啊。那这个轨道本来是这样，可是现在时代变了啦。我老实的跟你们讲，现在的轨道比较怕人了。嗯，对啊，现在鬼怕很怕人呢，欸。对啊，因为人最难搞。对啊，啊，人最现在最不稳定。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已经不太一样了。以前的人我们讲。道德、仁义、礼，对不对？义礼是人道的标准，礼是人道的最最最低标。哦，你看现在谁跟你讲礼节？谁跟你讲礼数？谁跟你讲礼貌？没有这个，表示我们基本上已经不是人了。哦，那么义是标准的人。哦，标准的人又有分三层。哦，一个叫做君子，
一个叫做贤人，一个叫做圣人，这是标准的人啊。你不要以为加个圣人就是好厉害好厉害呢，是我们太逊太逊了呢。哎，所以我们看到加个圣人或好好厉害好厉害，其实圣贤君子是标准的人道了，标准的。那人道的圣人还不能去天道，你看看，所以他也没多厉害啊，对不对？那个现在如果关圣帝君看到的话，会觉得嗯、啊、那有什么厉害？对，也没多大、啊。对吧？那那天又听到人家讲这个，昨天呐、啊，哦，有一个人来协谈，就说也是好兄弟的事啊，我要举例这些让你开脱一点，你就回家没有啊，没好兄弟了，哦，都是麻吉兄弟了，你知道吗？嗯，麻吉兄弟会对你好吗？然后昨天有一个人来协谈呐、啊，一个妇人，然后呢，他就说他的房东好像他的房东哦。跟他讲说，他的房东的老师是一个鸡童啊，公庙的鸡童。然后有一天去到他家，然后就那个鸡童就感觉起鸡皮疙瘩，全身起鸡皮疙瘩。然后就跟他说，跟他的房东说，你们这个房客是不是有在学修修行？然后他说，听说有哦，有在修，有在学哦。然后他说：“难怪哦，你看，就是因为他在学，所以带了一大堆进来，这样带了一大堆进来，那我们大家都不要学好了。”对，这你看这个逻基本逻辑，世间人会去多错啊。那一般人没有深入了解，他也不能理解嘛，对不对？然后刚才听一下这个鸡童讲的，那怎么办呢？那他说要叫他，好、哦、来我那边，好、哦。这一盖这一盖，好，对，记改一下，这样把一大堆。然后我在想说，啊，为什么不当下就把那些带走，对不对？你知道意思吗？或者当下就记改一下就好了嘛？哦，啊，想说，可能大概人家有商业考量吧，当下卖不出产品的意思啦，好、哦，变成送产品这样子，哦，他心有不甘，对不对？啊、哦，然后就要叫他去他的庙，再带着这屋子的全部去让他记改，你看，哦。好大费周章啊、哦，对，然后他就讲啊，结果后来他当然就了解，因为他有学了解说，哎，这个无稽之谈，对不对？后来换这个房东去了，哦，去了之后回来，然后就又聊啊，然后这个房客就又跟房东讲啊，怎么样？他说不要再提我那个老师了，他是两光师傅啊，两光师傅，哎，不是小光啊、哦，哈。两光师傅啊，然后他说不行啊，那个处理不来啦，哦，然后他说那你呀、啊，你自己来就好了啊，哦，然后他说你不能对我得罪我，因为我的灵性境界比关圣帝君还高哦，哦，然后比关圣帝君还高，然后还要去花4000块处理小事情，你看看，然后我就亏他、啊、说，哎，人家关圣帝君都坐在庙里收4000块，你比他高，你还拿4000块去给关圣帝君，哦，这是一种很大的迷失啦，哦、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里，只要没有真正去学佛，哦，那这时候佛再把它哦重新哦再跟你们植入一次哦，这个正确的学觉悟啦。好，觉悟就是明白嘛，只要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没有学习宇宙人生真相去透彻的话，我们遇到所有的这一些事情通通是无解，而且无解还会走向迷失，还会误解错解，还会更加延伸错误的、啊、所以面对了这些不同维次空间一昧的、哦、如果你生活当中也没有太多时间，好、哦，我们也不是那么勤快的人的话，我们就用懒散法。好、哦，懒散法是什么呢？就毕其功于一役，找一个最简单、最容易做到、能够去对这件事情有所注意的方法去对待就好了。那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高度科技理论。哦，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就天天想好，也希望他们好。哦，那么你们从人道，你们可以去理解，当你周边的人都对你好的，希望你好的，你也会欢喜他们，对不对？哦，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好兄弟就真的是好兄弟了。哦，他因为你对他好嘛，哦，那怎么好？这个你少子钱给他也不一定受用啊，你懂吗？有可能他的钱比你多啊，哦，也不需要我们烧。那么从这个角度又稍微告诉你们一个常识，哦，在六道里面，大概需要用钱的，哎，我好像昨天有跟几个同参讲。需要用到钱的只有两个道次，一个就是人啊，哦，我们嘛，对，一个就是什么鬼，
鬼道也需要用钱啊，而鬼道在人道叫纸钱嘛，对不对？我要烧纸钱给他，他有能量这样，那他那边会有他的银行。那有可能你过去生的鬼道朋友多的话，他比你好过，他也会在那边烧那边的纸钱，烧来你这边，啊，你这边也会得到好能量，然后你的工作就会兑现出钱来，哦，就是这一回事啊，啊，这也叫职能互换，哦，这是一个很高度科学。那也就是说什么？我们这两道最什么？最逊啊，你懂意思吗？就是还要拿纸钱，你看人家天神都依福报就可以过日子了。好，我比喻啊，什么叫最逊？就是最麻烦，是不是越简单可以达到的是越高段？你比如说啊，我们为什么要我们吃饭是为了什么？饱，对不对？饿肚子，那我们吃饭要怎么吃得到？我们现在多数人都拿钱去买饭吃，对不对？那如果你直接有饭吃，你会不会觉得还要拿一张钱去买饭吃比较高段？你会觉得好累，对不对？还要多一道手续，这就是我们众生的执爱，执爱啊，我们活在一种障碍里面。那天神不用啊，天神他心想事成啊，哦，比如说这个化乐天啊，他想吃什么，他只要想一下就嘣出来了，哦，啊，这个你们不难理解啦，以前有那个什么科幻片啊，哦，不是有类似微波炉的东西，然后按一按就噔一只烤鸡出来了嘛，对，类似这样，那个是真的可以办到的呢，哎呀，只是我们现在人类科技太落后，还办不到呢。那个在化乐天以上，哦，乃至于极乐世界，通通是这样。当然他们更厉害，他们连微波炉都不用了，连那个空间都不用，他们直接职能互换，然后不要的时候也不用清理，就一个念头，我想干净，就用这个质物质又拆解它的分子结构，又拆解又恢复了，哦，这些所谓的空气。哎，他就有办法这样，通通从我们的所谓的意念来啊。那你看人的意念可以这么强，那么要对待鬼就轻松多了。所以你一昧的，哦，假设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念佛，哦，心念佛。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佛被卡音的？没听说过嘛，对不对？好，没听说过。所以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意思说自己就会成佛，哦，所以我们常常透过假设害怕，就透过这个害怕当我们的一个逆增上缘，哦，督促力。我以前常讲啊，那个一个人跑百米后面没有狗在追，哦，那就慢慢啊，哦，慢慢走慢慢走，啊，如果狗在追，哦，一个三楼尾也扛起来，这样子，哦，所以那个就当作是一个督促力啊，哦，所以一方面你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去心念佛专注的话，哦，你老实讲你连回向都不用回向它也会好，回向，因为佛法论实质不论形式。那为什么常常叫人家要回向呢？哦，因为我们众生的心太杂，你没有一个动作他不知道，他又会想到别的地方，所以你就给他一个回向的动作啊，回向是不是又有对象啊，所以对这个众生来讲就很清楚，所以他心念才容易集中，那么那个念集中才会有作用，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如果一个人能够 直接集中，他不用回向，他本身就是回向了，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所以法非定法啊。所以面对这个地基主，你知道地基主也是鬼道呢，你们知道吗？啊，所以我们对鬼道不要有分别心，他们就对我们都很好。你说啊，那不两万家原住民，你得，不是，你得对万家有成见啊。地基主，人家有可能比我看我来，啊，你得对他，你要敢拜地基主，我拜万，好，哦，那个意思啊。哦，那这样，我们分别心造成我们人生的这些什么很多的忐忑不安嘛，的分别见的分别境界啊，啊，所以透过他们在训练回我们的放下分别。放下执着的时候，这些问题通通可以顿念就解决，那么你的身心也就当下会清安回来了，可以明白这个理路啦。师父您好，太上感应篇写道，算尽则死，弟子知道自己所造恶业甚多，最近又常在早上心悸起床后经常看到的时间点多落在4:44，请问这意味什么？
弟子该如何自救，应该做什么功课，祈请师父慈悲开始。我不知道是几点睡觉啦、哦、那么意味什么啊？意味可能、哦、要那个多休息一下、那个不必那么早起啦、哦哦、这个东西不必太去挂碍它啦，当然、哦、也不是说人生不去挂碍的事情、哦、就照着我们原来的吊儿郎当去过日子啦、哦、只要哦、我们能够物尽本分，其他的事情也就不是那么重要。魏师父讲啊，能不贪生者天不能死，对不对？能外形害者天不能病、哦、那么我们的生老病死虽说命中有数、哦、可是也要靠我们的所谓的修持可以去彻底转换它，改变它。所以孔子当年人家问他、哦、六十几岁了、这一辈子活到这个岁数还有什么好忧虑的？说都没有啊，都没有啊。他也不会跟你说，哎呀，六十几岁了，对不对？哎，可能个十当得爱休息啊，哦，那怕死什么都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明理，所以他说我剩下几件事情害怕而已。哦，得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习，知过不改。哦，这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就是什么？修行，改变命运。那么他的修行不一定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为了一种本然，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哦、因为我们与生带来、哦、与生的意思就是所谓生生世世、基督教上在讲的原罪、哦、佛教在讲的业，这个东西与生带来的这个业产生障碍、哦、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没有好好修持，所以才会这样子。哦、那没有，如果没有好好修持，来到这一辈子会遇到这些障难，你说这样公不公平？这就很公平的。那既然是公平的事，你担心什么呢？对不对？哦，我们人生发生不公平的好才要可怕呢。哎，那天我要随便讲一个，你们感冒啊啊，一根针多长呢？那煮了起，对不对？哦，打下去就马上好了，你敢打吗？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为了马上好去找这种医生啊，对不对？哦，因为他不明白啊，他不明白，那没办法。那我们明白的人就知道啊，感冒本来就有一个周率嘛，对不对？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该怎么样的同时，我们还得要人生不断求进步嘛，那才要修行嘛。那为什么修行不一定是为了未来更好，而只是一个恢复正确的概念而已？因为我生生世世不正确，对不对？那么不正确惹来很多烦恼虑牵挂，那么我这一辈子希望正确了，那从正确的去落实。哦，了凡先生他也没有求长寿啊，哦，可是他只是在他的修持过程里面去务实而已，所以他还可以从命中的53岁活到74岁嘛。哦，这一段是他当世创造出来的啊，他也没有孩子啊命中，所以他依照这些改正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他也得到了两个很乖巧的孩子啊，哦，也有很有智慧的孩子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哦，这些结果论不必去担忧，他就怕我们没办法去什么进展，哦，所谓进化修持，就怕我们没办法这个。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原因改了，语言也转了，哦，这些什么是什么这个东西就解决了啊。哦，那么又套一句，哦，讲一个以前的故事啦。这个以前我住的地方啊，是一个那个火车站的那个老员工宿舍啦。哦，以前你知道都老房子嘛，那我住的那一间那个老房子都有院子啊，院子里面都有种树，然后那种房子都很老了，所以那个树也都很大棵啊，哦，大概都有20-30年了。那我记得我那间的院子的树是长叶平婆，我觉得路上很多很大棵的那种行道树，有这个行道树，然后它开花的时候很腥臭，哦，因为它是花腥臭吸引一种昆虫叫做春象，哦，红色春象，哦，去繁衍它的后代这样子。那么他因为老了，那以前的房子的这个结构又不是很好，所以这个种树根
屋体的距离又不会太长，所以这个树长大的那个根啊，哦，就开始串进去了。哦，我记得我刚搬进去的时候，那个地板是有点微微凸起来裂掉的。对啊，哦，然后本来没发现，哦啊，后来都是人家告诉我的，告诉我发现的。那刚进去就整理啊，整理房子，哎，也不错，觉得很舒服，就住了。啊，住了没多久，就后来很多客人来啊，哦，来来去去啊，啊，不乏有这些所谓的这个道上的好朋友，是修道的啦，哦，不是那个，不是赤龙的那个啦，哎，道上的朋友，哦，也来来去去啊，啊，各路，哦，各家的都有，哦，他们有通灵的啦，什么一大堆，看风水的啊，通通有。然后来就是他们告诉我的啊，说，哎呦，你这里磁场好好哦，好，哦，这样，因为进门嘛，哇，磁场好哦，那好舒服哦，啊，坐坐坐，喝茶聊天，哎，聊聊完之后，然后要走出去啦，那我们就送客啊，走出去一打开，哎呦，你那刚多一间，嗯，啊，你磁场很好，他讲啊，嗯，他说后来他要出去才观察到，原来那个树串筋呐，啊，人工串筋到屋体里面地板裂掉啊，然后因为出去打开门嘛。哦，面对外面的，对对，又是正刀煞，哎，然后又是正路冲，然后所以他当初，哎呦，你哪敢住这间啊？嗯，阿米磁场就袂歹，对不对？对啊，啊怎么了？那这个这在这之前哈，我去住的时候，左右邻居就劝我们把这两棵树砍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左右邻居全部的这些屋子，全部的树都砍光了。剩我那一间两棵还好好的这样子，因为我那一间常年没人住嘛，哎，常年没人住啊，因为之前那个住，听说住的也住到死掉嘛，哎，对吧？啊，后来没人敢住嘛，啊，就我们也不知道嘛，就糊里糊涂傻傻的就住进去了。然后人家劝我们砍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合理啊，哦，你看这个就跟前面那一个问题有类似啊，哦，人家是原住民。我们才搬来，可能我们打算只住两年而已，人家在那边住二十几年了，你看我们都要叫人家签单，我们觉得不合理。好，哦，学修的人不是这样的想法，就说啊要尊重人家。那他串筋了，他本来就是他家，我是借住的啊，对不对？这要尊重人家。哦，那么那个树会发臭啊，怎么办？他发臭，你就跟他打好关系，叫他不要发臭给你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唱歌给树听。哎，对啊，当然被人家当作疯子，啊，哦，啊，他给他听，然后有时候还会常常去跟树讲讲话，然后为他好这样。哎，真的，我听我们左右邻居说，住的那两年完全不会有臭味，然后后来我们以为他从此改变了嘛，对，后来搬走了，哦，偶尔有机会回去，又听他们在抱怨说，哦，怎么那么臭，啊，所以你看呐，啊，这个叫什么？寒灵蠢动，皆有灵性，我们的命运亦复如是。哦，那真刀煞这怎么办呢？遇到这种事情，不要第一个先用片面的这个观念，哦，我们世间常识风险学的这个观念去对峙，要不然你会发现你也不用担心了，因为地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的。你怎么搬都有啊，啊，不然我们太极树头前有一张树啊，给我们堵住，对不对？哦，头前各有那车，对不对？那不是都是吗？哦，所以这个捉摸不完，哦，所以一定要以这个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这个彻底观念去对待它，把自己想办法变成福人就对了。哦，那讲到路冲，那它到底是冲到你什么，啊，大家都很担心嘛。那如果这个路冲是冲掉你的不好呢，那你当然会更好啊。那你为什么老想冲掉你的好呢？是不是？那你老想冲掉你的好，他还真是不能对不起你啊。对。对啊，要满你的愿啊，那他就把你的好好冲冲冲冲冲掉啊，那你人生就一直往下跌啊，哦，所以这个好不好还是成之在人，哦，那么我们常存善念，为他们着想，他们当然就会满你的愿，哦，所谓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嘛。那如果是我遇到四四四的话，那刚好，对不对？如果四四四是啊，四四四是时间，是不是啊？四点四十四分嘛，啊，也没有说几月嘛，对不对？几年，也没说几年嘛，对不对？那没关系啦，哎，对不对？所以超越这个年份的，哦，也就是说，如果人该走了啦，哦，就要赶快趁势而为啊。当然，我看你还可以活很久了，不用担心这个。
啊，我是讲理啊，哦，如果人该走就要坦然，他走得好比现在活得再好都好，你知道意思吗？我们人为什么叫五福临门？有一个叫做中考，寿终正寝，对不对？寿终正寝走掉的境界一定比现在好，哦，一定是这样，哦，那从而判断花报跟果报的关系，我们这一辈子你可以遇到的后半辈子的所有叫做花报，在你断气那一刻以前，哦，通通叫花报。那么如果你的花报是美好的话，哦，是 比以前好的话，你的果报，果报就是断气以后的那个时空叫做果报，先开花后结果嘛，哦，果报一定是比花报好上好几倍的，哦，所以如果人可以这样子走那就太好了。我们现在是担心一件事情呢，想要死不长开呢，你知道啊，想要挖没力穿开呢所以这是最不好的，那因为这个没力穿开不是代表我们这个身体肉体，而是我们的性格放不下，我们处处有牵挂，这件事情有牵挂活着已经不是很好了，对不对？有牵挂，带着牵挂在临终走的时候那会更差，所以为什么要提早修？提早修就是万缘放下，把这些都尽舍。所以那天我记得我跟几位同参，对不对？在高雄讲啊，我们以前也是会遇到这种事情啊，只是你们还有警示，我们那个还没警示呢，直接让你饿肚子，所以我们只能一个礼拜吃半瓶果酱，小瓶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草莓的啦，草莓，因为我老忘记是草莓还是葡萄的。应该是草莓的，草莓的，啊，反正都一样甜呐，啊，哦，你们喜欢吗？哎，这个不懂的会很喜欢，懂得就不敢了。以前我侄女听到我大嫂跟她讲这一段的时候，哦，我侄女听到说，哦，好好哦，叔叔都每天都吃果酱哦，那她那时候小朋友嘛，大概跟你们差不多大，对啊，哦，好好哦，然后她就跟她不是。他是一个礼拜只能吃半瓶果酱，连饭都没有，这样啊？他说哦，那不好不好。对啊，哦，那怎么办？然后很多人说问说啊，怎么会这样？都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啊，对，你要信佛，佛讲什么？佛讲命中有时嘛，对不对？哦，那命可以创造嘛，夜宵福来嘛，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嘛。所以你们的福禄寿终考寿命这件事情，通通在福田的范畴里面嘛，它没有离开你的方寸，对不对？那方寸不是这颗心挖出来说在里面啊，哦，是你这一个用心，所谓的你的心现事变嘛。那你这时候就要问，你是做坏事比较多，还是做善事比较多啊？对不对？坏事业多嘛，哦，善事福多嘛，哦，你是。要去观测你的起心动念是烦忧比较多还是清安比较多嘛？哦，如果你是清安的，你本来假设该遇到的劫难，它通通会化解度过，啊，这是最最最简易的方法。就是什么叫最简易？就是你都不用去处理，它就会变好。那我们现在是坚忍，是不是？我们前面讲的迷惑时怎么样？昏昏噩噩，处处惹尘埃。哦，也就是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哦，那一天才跟王太勇他们解释这个什么叫天下本无事，佛，因为佛明白，所以明白的人天下本无事啊。他说哦，明明那么多事啊，啊，因为你迷失，所以你很多事啊。那你要很难理解那个佛为什么天下本无事，因为他明白啊，他明白很多理路，所以那些事等于没事啊。而且他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哦，所以他见诸相非相了，所以他即证如来了，哦，回归所谓的这一个幻化的境界了。所以你们的生老病死都是一种幻化的境界，白话文叫假的，那我们就是认假为真，哦，所以这个假还没来，我们再去延续，哦，更多的细节的假，哦，比如说啊，是是是什么意思？你不要想它就没意思了，啊，没意思就没事了。那你想他是是是，你就会开始啊，那迄个爱博教的就去看兽医哈，六合彩，然后赔光，对不对？赔光光。然后如果这个对生命比较忐忑的，他就啊是这个不吉利啊，对。那你看这些数字，
又都会因着所谓的国家、民族、时空因缘、民俗风情而有所不同、所以你是要依所谓你们现有的民俗风情来定义它，还是不等国家的。所以你如果从整个世界的民俗风情去绕了一圈的时候，你也很难判定事是什么了，对不对？那以前那个儿童最倒霉嘛，对啊，要不要诅咒所有的儿童都怎么样？对啊，国家还定四月四号儿童节，对不对？对啊，啊，不然大家都爱死去，对啊，所以不是这样讲。你看，儿童是一种生气蓬勃的一种象征，对不对？你给他定四月四号多好，你想到四月四号，就好像现在是农历七月，哦，啊，大家害怕，因为他不是学佛的所以害怕。学佛的听到农历七月就欢喜，因为农历七月在佛法来讲叫欢喜月，哦，也就结下安居业，哦，是大家团圆的日子，哦。那么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因为古时印度修行人，哦，在那一块土地里面，七月是那边的雨季，夏季的雨季，所以瘴疠会比较多，哦，下雨淹水啦，哦啊，这些瘟疫会比较多，所以他们这些学有所成的离开释迦牟尼佛的教室后，在各处都在教化嘛，带释迦牟尼佛去行这个度众生、教化众生之事嘛。啊，在结下安居的这个月份的时候，因为雨季嘛，大家也都在为生计安全考量，所以也比较没时间哦，没心思学，啊，所以他们就结下安居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回来团聚，哦，深造。哦，也就是现在讲的进修，哦，更上一层楼的，所以七月是可以让我们更上一层楼的月份，你怎么会去害怕？哦，所以这些你要去定义它，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无心之念起不来的时候，我们就只好顺着有心之念去借力使力修行，哦，就是转观念。啊，既然大以前都说四四四会死掉，我们现在就改啊，对不对？是是是啊，嗯，这是对对的意思啊，对不对？哎，这是对的时间。什么叫对的时间？你该起床了。啊，对，是是是，啊，哦，是是是，对，该起床了。要，啊，早点起床，好，哦，人生多一点时间可以运用，好，哦，啊，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睡眠上。为什么？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对不对？会下地狱的其中之一个因素。那么人家阿罗汉也不用睡觉啊。对啊，菩萨更不用说，佛也不用说，可是他也会假装睡一下啦，因为人很难搞，刚刚是不是讲过了？哦，人比那个鬼还难处理，人奇见太多了，那奇见太多，他不睡觉，他会被当妖怪啊，对啊，人家是佛啊，啊佛怕众生把他当妖怪，所以他要假装一下跟大家一样啊，因为你把佛认为是妖怪，你毁佛谤法，你又下地狱啊，他不忍心我们下地狱，所以他。即便不用睡觉，他也会跟我们假装一下，他要睡觉一下，哦，通常这样，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这些有为之爱，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幻象的世界、假的世界嘛，所以真里面通通没有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叫你们在学修，要把我们的目标定高一点，定高一点，那定在，哦，佛家讲的标准叫做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了义就是我们在学习一个佛法的时候，觉悟的方法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了生脱死的，我们是希望最低标离开，哦，超越这个六道轮回，哦，然后以超越六道轮回的基础再去向上一走，超越四圣法界，哦，这整个六道跟四圣加起来叫十法界，超越契入一真法界，那一真法界也就不用去再去期待了，哦，一真法界剩下的就是时间，哦，水到渠成的问题，所以也不用想了，哦，一真法界有四十一个等级，用我们现在的人讲叫年级，有四十一个年级，四十一个年级最上面，哦，是十二位次，叫做妙觉如来，那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如本性，哦，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圆满，自己的本能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最低标你还不定在那边的话，不能理解，你也要定在超越六道轮回，所以一旦你把它定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符合了所谓真正学修佛法的一个准则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了，哦，那么什么叫不正确？
我们学佛希望多赚一点钱，能不能因为学佛而赚到？绝对可以。可是这个叫不了义，不了义就是不究竟的意思，不究竟就是还是会有负面的境界的意思。究竟的境界不会有负面。什么叫负面？你们凡观一切会让你不如意的叫做不究竟，那只要你学修是依着不了义的话，你绝对得不到真实究竟圆满的生命状态，这叫可惜，对不对？好，那不了义诸如，我学法是为了多赚一些钱，那么我学法是为了身体壮一点，体质好一点，都是啊，这些都是执爱啊。我学法是为了我的人际关系好一点，我这诸如此类啦，有的我学法是为了有一间洋房，我学法是为了有男朋友。有呢，我遇过以前我那个娱乐，这不能讲娱乐圈啦，叫这媒体界啦，媒体界有很多朋友学修去灵修就是为了交一个好男朋友啊，结果两个啊，有一个真理也认识啊，以前我们同事，这个是人家的男朋友比较倒霉啦，是那个他们怎么修的呢？那什么法门我也忘记了，那就说哈。这个他们的法门告诉他说，什么事都可以心想事成。哎，这句话本身没有错啊，当然他也截取了《金刚经》那一句话，叫做“一切法从心想生”，都没错。可是他告诉你怎么想呢？他说啊，刚好我举例的，他是活生生的例子，他就是一直想要一个白马王子，然后一直求不到，然后他这个法门就告诉他，你要每天写一张纸。要写十条，就十个条件啦，你想往的白马王子，一有什么条件啊？一长得帅哈，二钱很多哈，三什么这样，你就自己列就对了，然后列了十个，每天晚上念十遍，然后念你就会想嘛，这个道理颇为正确，有没有？道理哦，我不是说它的背后的那个总和是正确，我说因为你看你念佛成佛啊，对不对？这么念，哎呀，果真我一个好朋友被他念出来了，被他想出来了，名字我不能讲啊，因为这里有人认识，对啊，然后念出来了，两个也相爱了，可是从此凄惨的生活就要现前了。对，三个月就恋情之后，哇，她这个男朋友每天越来越痛苦，她也自己越来越痛苦，最后当然没了啦，散了啦。为什么？这条件都具足啊，都出现了，可是三个月后都变反面，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你，你是打妄想出来的东西，它会在你生命当中的福报事先提款出来而已，可是它没有继续，意思说，这个想是提款。提款卡，那么你过去生生世世的总和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户头里面有这一笔，对不对？你把它提款，可是你没有继续存，那你提出来是不是就用了，对不对？用完了怎么办？用完了就是反面的嘛，就是说你在用钱，你以为你很有钱啊，你用完了就你变穷了啊，这是合理的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有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这个叫求错了。这个求的境界，求在缘上，不是在因上。这些列这个表叫缘。真正的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因你要三布施。对，你不断布施，布施在哪一类你就得哪一类。比如说你三布施如果圆满，这三布施又符合六度万恨的原则原理，你那时候心想事成来的就会比较良性。那如果你不是透过三布施来的，通常是很短暂，那个短暂在东方人来讲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叫物极必反，你会以为现在的境界不错，可是很快就变负面的。你们有读过这个道家的用语也知道嘛，祸福相依嘛，对不对？那个祸来的就大概就是福，你如果能够接受祸，福大概也不远了，那福来的你大概能够迷恋，祸也不远了。所以福来不迷恋，祸来不忐忑，那就对，你就保持长长久久了。所以这一个想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遇到了就试试试啊，好好好啊，哦，你的人生就会透过这些假设是本来不好的，因为你的试试试好好好，它也就叫做消业了。好，哦，啊，业消了，刚刚是不是讲的福就来了？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前面讲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换言之一切灾难也不离方寸，所以东方人喜欢听吉祥话嘛，对不对？所以大部分都往好面讲。那我们学法的就要中性看待，在当中训练不分别，哦，不执着，所以我们两面都要懂得，懂得了之后就要放下，放下就是不染着，就是不作意，就是不落印象，不落印象你就不会再造一个负面的因。所以以前人学修有一个好方法，可是好非定好，哦，只要看什么时期功过格啊，自知路啊，哦，用这样的方式去督促自己啊，阶段性对不会的人这是好方法。可是当你懂得怎么样真正向上一走的学修的时候，这个方法就要放下了，因为这个方法就变成你的绑手绑脚了。那什么叫真正向上一走的会学修？就是直接放下，哦，不起心不动念，直接对治我们的起心动念，这个在佛教就叫做根本修，哦，而不用拉里拉扎在四象捉摸一大堆。哎，今天，哦，扶一个老太太过马路，勾，对不对？哦，啊，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一只蟑螂，擦，对，说你得没记个东西啊，真哪意思？好，哦，所以一定要从根本修，根本修，你最后生命境界就会什么呢？就会自自然然明合于什么善，纯善。比如说你不为什么，可是你的行为模式通通吻合那个刚刚好的好，那你就没有负面的了嘛，哦，那时候就是佛的样子了，那时候就是戒，你的所言所行，哦，所想通通是戒，戒就是自信的流露，哦，那我们因为现在不会，所以才要再依一个戒倒回来，所以起心动念不要往负面想也是戒，懂吗？哦，戒不是只是你在那边吃素吃植物，哦，这样叫戒，对啊，你要完全没有这个所谓的食的欲望，那个叫做真正的持戒，所以那时候你食什么？法喜，法喜为食啊，哦，人家修禅的叫禅悦为食啊，而不是植物为食啊，哦，那要开悟，哦，跟不开悟跟我们生命这一些有为执爱没有关系，哦，开不开悟跟你的心有没有去做功课有关系，哦，所以做什么功课？做万缘放下，哦，那么样你毕其功于义，你遇到什么都万缘放下，那就对了。是是是，放下啊，哦，两个事都放下了呢，这时候就超越了呢。前面刚刚我讲的只放下了数字的事，哎，那个提起什么，那个好不好对不对的事。对，最后你两边，哦，也都放下，所以那时候才有办法入不二法门，入境界。嗯，那在生活当中都是什么境缘境界，在生活当中都是助缘。对啊，你那无不掉，你他怎样那修？对，那我们每天在那边读经读半天，也不能怎么样啊。所以诵经得聪明啊，持戒得升天啊，念佛得因果啊，对不对？布施得福报啊，啊，跟你开悟都没关系啊，所以开悟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出轮回，才有办法去我们刚讲的学修佛法的正确的路径，要依了义。那不是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不了义。不了义，顶多就是让你在轮回的世界里面偶有快乐这样子而已。这个偶有的快乐不是真的，这个偶有的快乐是苦暂停。哎，苦偶尔暂停了，啊，突然暂停，你以为很快乐是这样，一下又冒出苦了，哦，所以六道轮回的故乡在三恶道，头出头没，哦，三恶道的时间永远比三三道的时间长，哦，所以这不稳当，哦，所以这一些，哦，今天能提出来的这些都在六道轮回里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否定它的存在，哦，而是你要了解更超越更开拓的，你才有办法很轻松的什么把这些的疑难杂症给挥之而去，哦，那时候就可以进入所谓无漏生命。漏
就是烦恼的意思，这是佛家的专业术语。哦，所以一般人讲说有漏的福报还是无漏的福报啊。哦，我们布施就会得福报，没有错嘛。可是众生通常他布施的过程心有夹杂，所以他得到的福报就是有漏的。那什么叫有漏福报？就是你会有福，你也可以享福，可是你享福的过程烦恼忧虑牵挂不断。哦，就这样子。所以说，哎，那烦恼忧虑牵挂不断，怎么还是要享福？哦，那这一种问题就比较对了哦。哎，为什么比较对？因为就体会到原来我们世间认知的福都不是福。比如说我刚前面这一段讲的啊，烦恼忧虑牵挂有啊，在想的就是比如说你很有钱哦，你的钱可以满足你的所有的这个物质的欲望，对不对？那你在用钱兑换你物质的欲望的同时，这个整个过程你就会发生很多事让你烦恼。对，你看你也想到福了嘛，可是烦恼也来了。那这一种福叫有漏福，就不是真正修佛在讲的福。所谓福慧双主的那种福就不是，福慧双主的福一定是亲福，享亲福啊，享亲福叫无漏之福。也就是说你当年或者是你现在在布施的过程里面，你三轮体空，你是清净心的哦，你是没有一个我的概念的。所以没有一个我的概念在做布施的时候，你当然没有一个我所的概念。所谓是我所是什么？所以那一个所哦，我所拥有的，我所就是我的哦，我的东西，我的什么在说哈，琳琅满目。所以你没有我就没有我所，所以这两个能所通通具泯，泯灭掉的时候，抽掉的时候，你这时候是超越的哦，这时候就超越六道轮回啦。这时候的布施就是菩萨行了，就是所谓的无所住行于布施，通通是亲福。而且这时候亲福哦，是依世间人在讲的，这时候连亲福都比喻不上，因为这时候叫做功德。我们知道有福报嘛，有福德吧，对不对？那福报跟福德又有一个小小的差别，福德是你真的有得到，福报是你是过路财神啊，你要你有布施就会有福报。可是你布施的过程，你生命状态少忍辱的心，你不会有福德哦。所以福哦，我布施就会有回馈嘛，回馈回来不一定是我得到嘛，哦，常常是这样嘛。比如讲，咱做侪人拢是讲我一生为谁辛苦为谁忙，对不对？因为他有辛苦有忙，所以他就会有回馈这样子。可是后面又会讲说为谁，对不对？就是自己没有得到，哦，才会有这个怨嘛，为谁？所以这个就是不会布施，他有在布施，可是不会布施那一种的，总是也有回馈嘛，所以就过路财神嘛。哦，我辛辛苦苦我也有摸到钱了可是一下就要送出去了，不是我要用的。那福德是什么？我摸到钱我也用了，哦，这个钱是比喻啦，哦，但不要把它狭隘观。那福德就必须要有忍辱的心了，可是这样都没办法得到功德。哦，这个忍辱的心要到极处，提起精进，深入禅定，哦，没有起心动念，这一个布施才会有功德。所以功德需自信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意思就是说，你用世间心态布施供养，用不了义的学修修持法，你永远得不到功德，得不到功德。功德的最底线是超越六道轮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名相搞清楚、弄明白，我们才不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修持冤枉了，而耗尽一辈子的精力时间，哦，就适得其反，这样就不好。所以如果你了解了，在生活当中你就自在啦，哦，你看你了解越高，你明白越深入，你们的问题有没有自己不见，就自己不见了，哎，因为相对于你来，你已经超越他了，所以就没问题了。他当然不是说本来就不存在啦，哦，本来不存在是从真性上来讲啊，那这个众生是最难理解的，所以我们就讲一些次第的哦，次第当然不是真实嘛，哦，可是众生学修，你不讲次第，他又会误解真实，哦，这样又更不好，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修持的时候，一定要不断给自己自悟性行销，哦，这一个高层次的法跟境界，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就容易超越。那么如果你常常用所谓的世间的价值定义在运作你的人生，你遇到再小的疑难杂症都解决不了，这时候不是再大了哦。那如果你用高层次的这一个概念去落实应对你的人生，你就没有再大的什么疑难杂症了，通通没有。所以那个是不是前面最初讲的天下本无事啦，那时候就是佛啦。那你有看过饿肚子的佛吗？对不对？你看佛的照相不是都很庄严吗？对，尤其我们现在 中国体系台湾体系的佛都胖嘟嘟的啊，对不对？你不请问这三匹吧，胖嘟嘟的，对对，那个是一种表率啦，是一种表法啦。也就是说佛是很圆满的生命体，那圆满是结果吗？你要去寻找它的因嘛，所以我们众生就是放不下，放不下而已。那放不下跟放得下从哪里修？从不断自入心行销自己放得下的概念，从这边。那自律性营销就是重复，所以最近好说也有一些同参终于体会到一些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好处，他终于有体会到就上道了呢，你知道吗？上道不一定马上得到，可是没上道你永远得不了道。所以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是重复，真正能够去体验到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修行跟读书的差别了，那这是一个可喜的事情啊，这样表示我们十年来没有白讲啊，这样，要不然会一辈子都没有了，一辈子都教出读书这个学者而已，那个真是交白卷了，交白卷我就回不去了，对啊，我等下低个顶了去啊，所以现在可以。准备没事了，这样，过一阵子可以走了。所以要努力的，要把这种喜悦哈，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所体会到的这种扎扎实实练家子的修持，而能够得到的这一些所谓的美好受用，我去分享给其他还没有信心、还不了解的一些同参呐，因为这也就是修持的一个关键而已啦。你说有没有武林秘籍？秘籍就是重复，可是偏偏你这个秘籍打开了，人家不重视。你没有看功夫熊猫啊？他的秘籍也不是空白的，对啊，那个就秘籍。秘籍要说啊，人家也颇有隐喻呢，就是空相啊，对不对？诸法空相啊，所以你要证入无上菩提，你得要先弃得空相、空境啊，了空义啊，啊。空意了的不好的话，了解的错误的话，就变空行了，样子，就是空，空如也，对，所以那个如字一字，即是佛法一切的总说浓缩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放下，那常常在生活当中很多的逆境是什么？是你当断未断，反受其乱，所以这时候就断，你一定要不断重复，我刚刚讲不断重复，不断重复。这些是虚妄相，对不对？金刚经四句偈，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常常去劝说人众生四句偈的话，一句四句偈就好了，他的福德是大过摩西所罗天王的。摩西所罗天王你们大概比较没概念啦，玉皇大帝有没有概念？有，玉皇大帝有没有很有钱？在你们的印象里面你们去他的凌霄宝殿是不是都金宝？对不对？都贴金呢，孔金个啥？个宝银呢，对不对？所以玉皇大帝被摩西所罗天王看到，摩西所罗天王会以为他是乞丐，你明白？所以是这样的等差。摩西所罗天王是三界之尊，最大福报的那一个天王，叫摩西所罗天王。所以摩西所罗天王布施供养尽虚空法界七宝。不及你为人演说四句偈，你看那个功德多大啊！所以意思就告诉你，这个有为执爱这些物质，通通是虚妄相，会来即会去，既然去了，就把它割了、割着了、放下了，往未来的什么假有去努力，还来得时机一点。为什么加个假有？因为你阶段性放不下，所以你还是想要有啊！那你要有，你总是要去有那个可以有到的嘛。
哦，而不要去简简情感挂念那个已失去那个有不到的啊。哦，所以从这边去训练，那么《金刚经》那句最招牌的哦偈，我们这边有哦，我们这边太极艺术的座右铭，对不对？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每天每天给自己重复一次，不够啊、哦！每天每天想到就重复，想到就重复，你渐渐的你就比较能够放得下了啦。哦，那你说是不是只有这四句偈放得下？也不是，是你会不会的问题。那因为这四句大家最熟悉，所以从最熟悉的入门，哦，最容易办到是这个意思，是善巧方便啦。啊，不要找一句“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声”，听懂了吗？不懂。对不对？那就没意义啊，你懂意思吗？要不然这很高的境界啊，对不对？这叫中观论里面的啊。这个当时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画展啊，在美术馆啊，他们表演，表演完之后，啊，就有底下有那个啊来参观的这个观众啊，说，当时不叫师傅啊，说啊你们讲讲话，讲讲话。我说我今天的开幕是表演唱歌，不是讲话。然后讲话，好吧。那总是要吐出几根象牙嘛，对不对？就讲刚刚那一句啊，结果全部的人，好好，大家好、哦，开开心心过日子就好，对啊，就这样子。所以法非定法啦，哈、哦，所以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法。我记得有一次在太极艺术这边讲座的时候，那时候人还没那么多，很早的时候啊，有一位李妈妈的朋友，一个长老啊。哦，问我说啊，师傅啊，到底是觉什么啊？啊，在迷什么啊？哦，他们都在研读这些这个《坛经》啊、《金刚经》啊、般若啦，哦，就是在佛法上的学修、主修这些般若，然后也是在当讲师嘛，啊、哦。我说觉什么？觉于迷啊，啊迷什么？迷于觉啊，对啊。那你没有觉的概念，你拿来一个迷？对，那你没有迷的概念，你哪来一个觉？所以觉迷皆放，对不对？是谓真觉。然后听完了就好像从此就没来了哈。对啊，没办法，说对啊，从此就没来了。我们讲得太差了，不够水准这样子。对，没关系啊，所以最后是要务实啦，你懂吗？所以我们才老是要从《弟子规》讲哦，那。那一天也有一个，应该是也是老参到处跑的，所以你看形象就多重要。我最近才跟人家讲，穿衣吃饭皆为众生呐、啊，穿衣吃饭皆为众生啊。那当然我已经很久没穿得很邋遢了哈、哦，因为众生很多啊。哦，那一天前两天呐、啊，又有协谈，哦，那么炳峰啊的朋友就一堆来啊，他们都颇有修养啊。哦、啊、也都有在研读经教啊，过去也都修持很多啊。然后我都也没告诉我谁来啊，结果我就穿得有点邋遢跑下来。那人家年长，人家穿那个唐装哈、哦，我所有的都没那么亮丽的哦。哦，就哦这些人真是哦有气质啊、哦、有气质。那么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哦这个老先生也不老啦，这个年长先生就看到我就这样子。顿一下，跟我第一次来太极艺术被长老看到的那个场景差不多，啊、哦，那个差不多。然后就顿一下，然后我就坐下来啊，哎，坐。然后我说，哎，有疑惑吗？最近啊，可以问啊。他就站起来，这个老师，是老师，对，是。他突然不知道要叫我什么，这样子，叫师傅，这个穿这样子，这长这样子，对不对？啊大家又叫师傅，叫师傅又叫不下口。啊，叫老师又好在那吱，我说没关系，方便就可以了。哦，然后就问我问题啊，就问空相，就要问空。他说他们以前修密的，我要上次跟他说要从空门入，对不对？空门，哦，我说空门入不好，容易变空行呢，对啊，所以空不容易理解。那他就问我，后面问我，我越来越诚心了嘛，因为我开始吐象牙了嘛。不吐象牙就是被人家看酸这样子啊，开始吐象牙了，所以你知道长白头发还是不够用的。
对，不要，太年轻了，太年轻，太小了。然后开始吐象牙之后，他就越问越正式，我觉得那些问题也不错。他说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常年来知道这个空的门径，为什么都没办法体会到底什么空？我先不讲这个啊，为什么我们大家老是喜欢这些空啊、零啊，对不对？这个高妙的这些所谓的佛言佛语啊，而入不进去，就是没基础。所以万丈高楼平地起，要学佛你不管是学到什么层次，没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十善业道的基础完全没有，你才入不了那么十善是当年佛陀在龙宫为龙王所结罗海龙王宣说的，意思是说他有一段很精华的部分大家去明白他。他对着龙王讲，譬如一切尘翼聚落，皆依大地而得安住，一切药草灰木丛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长，此十善道亦复如是，一切人天依之而立，一切声闻独觉菩提，一切佛法行共以起十善道而得成就。所以你就知道十善业道是在佛法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却很少听到人家在讲十善业道那么尤其是修佛的老参，有时候我访问他们都说没听过这一本也没听说过那么你可想而知空证不了变空行的原因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在讲的，论实质不论形式。那么十善在讲什么呢？我们身不造杀盗邪行，口不造两舌恶语气妄语，意不造贪嗔痴，就讲这个东西。所以只要这一个事情没有搞定的话，我们永远灵性升华不了这个事情他讲人天依之而立嘛，从人算起，但是你要做一个好人，你没有十善就不是了。人是中品十善，他还不是考满分的十善。那么你要跟玉皇大帝做同事，你得要考满分加上四无量心，所以都是从这个基础起跳就对了。好，那为什么不讲三恶道？因为三恶道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下三恶道。但是这个值得我们现在做人跟我们遇到的好兄弟交流一下。你就跟他说啊，对，改天回去跟地基主报备一下啦。地基主帮我转达好兄弟因为我自己没办法，地基主帮我转达好兄弟，你告诉他们，对不对？就是为什么现在叫好兄弟，就是都十善连中品都没有，现在变好兄弟，对，以后不要变好兄弟，那自己也督促自己，以后不要像他们一样的话，那我们也要去持十善，至少中品持五戒，那这是一个标准。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人天以上的最低标准，那么你要做好一个人，你得要做一个人的低标。刚刚讲你如果十善中品做到，你是算是人道的，刚刚讲的那君子贤人圣人的圣人的你已经是在这个那你君子的学分没有拿到，你上面上不上去，所以降下来才有融会了道跟儒的这些所谓的智慧去运作。那么古时候在印度叫小乘或小圣都好，乘者运也嘛就是能够搬运的意思那个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大乘佛法小乘法，那个乘是什么意思，他用车或船来比喻可以搬运，从你这边搬运到那边那个意思。那小乘顾名思义可以搬运小的嘛大乘可以搬运大的，大的距离大可以登比较远嘛比较高，所以这个小乘当年释迦牟尼佛讲，不学小乘，不先学小乘而修大乘，非佛弟子。原因就在这边，因为大乘这一个十善业道就开始起跳了，可是大乘的最为枢纽就是所谓的般若。那释迦牟尼佛花了22年讲般若智，600卷这个般若经，分量非常大。它的前面也就从哪里开始，所谓的阿含方等。阿含方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小乘学修，所以如果没有经过这一个基础的话，般若是没办法契入的。般若你没办法契入的话，你就契入不了不二之门，也就是佛法讲的最高境界不二法门回归涅槃境界这是自己的了义就没办法
那所以在这一个十善之前，小神、哦、是什么？是用我们现在的儒道去期待。那所以从哪里开始？从《弟子规》、四书五经、十三经都好、哦。那为什么常常讲《弟子规》，而不是讲四书五经、十三经呢？因为你《弟子规》没做到，等四书五经、十三经通通没办法。所以一层有一层，对不对？每一层下面都有每一层，那每一层都是上面的基础。所以学佛的人当今这么多，而正道的人，正道所谓的这个佛果的人，一个都看不到的原因，就是他否定了这一个关键、哦、因为不务实了，好高骛远了。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要练就练家子怎么办？那就简单啦、啊、因为我们知道了嘛，对不对？我们就回过头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层一层好好盖、哦、把我们的儒基础全部吻合之后，这些所谓的三纲五常、哦、这些理路通通吻合之后，再往上提升这一些了因果理路的这个学士、哦、也就是所谓的道家，道家重在因果，那了解了之后再往上升华、哦、就入了佛道了。那入了佛道，只要你方向正确，剩下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也不用理了。哦、那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也就我们现在为什么学习很久都还有烦恼又牵挂的原因，就是这些、哦、都忽略了、哦、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你这个人生有这些烦忧解决不了，回过头来嘛、哦、回头依靠嘛、哦、你们讲的三归嘛，回归于佛法身，佛者觉也，觉而不迷，对啊。那所谓的法，法者正也，正而不邪、哦、那么净而不染谓之身，所以佛法身的完成、哦、这也就是佛法的总方向、哦、那当然不是叫你去庙里要皈依正啊。还有人，我身边有些婆婆妈妈 好大一叠对啊， 全台湾绕一圈、哦、回来好多、哎、每去一家就一张皈依正、哦啊、这个佛菩萨不承认啊，哎，众生承认啊，我们是要做佛做菩萨去啊，我不要理众生，对不对？不要理众生的眼光啊，哦，那皈依回我们的自信觉、自信正、自信净，那就对了。所以这个觉正净也是佛法的三个归纳到极处的门派，哦，所有的门派都由这三个而拆开，哦，所以有八万四千法，八万四千法门。哦、那么因为我们众生有 N 种的这个尘劳烦恼，所以才拆开用 N 种的这个方法手段去对治，方法手段就叫做门派啦、哦、所以你从而知道原来八万四千是一不是二、哦、你会的就在你生活当中整个练上去了，练家子的练就练上去了，那么你的问题就很快可以解决了。所以一切由心而发、哦、当由心而收，所以你们的这些灾难从心起，最根源你们现在就要重新摄受回来、哦、那随缘之道无他嘛，求其放心而已、哦、把安奔驰出去的心安住回来。越是遇到烦忧的事，你越是要什么安住、哦、越是要把它摄受住。那么这些方法手段，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是一种安住的手段方法。所以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随便拿一个你觉得一气入可以安住的，你就不断去什么重复就对，然后重复久了事情就没了，重复的同时又想事情，事情没完没了、我们众生是不是都这个习惯、哦、一方面又求保佑，哎呦好啦，我有做我有做啦、哦、啊他有那个不想的、哦、就没了，你懂吗？愿望就愿望在这边啊，未想你嘛想较少个吼，他有他为了未想啊，想当然嘛想较济，啊做功课做多些，但是没办法、哦、所以要训练啦，啊越早训练，训练火候越高的，他就越容易改善人生，嗯，然后把目标定高一点，你才能够有斗志去训练，太低没办法，太低你会看清他，哦，所谓佛门有一句话叫做得少为足。哦、你会自我满足，自我啊，都我有在做啊，安尼就好啊、哦。所以凡事加个安尼就好啊，拢袂好啊、欸。所以一定要什么自知死地而后生、哦，学习如来学修行者的这一个气魄，
着力今生须了却，谁能累劫受余殃？奋力一着，一生就解决。所以善财童子哦，这一个精神要把它拿起来用，这样可以明白吗？嗯，所以是是是就对了哈、啊。嗯，没有那个是了嘛哈，这个是是是，嗯，所谓是不是本心呐、啊？学法无益啊，若是之本心，见之本性，即名天人师、丈夫、佛。所以佛但说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觉悟的生命体哦，来到这一个所谓的九法界里面哦，为一切九法界众生所赋予的这个教育，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你回归自己。所以本来只有一乘法，一乘法是什么？是直了佛道之法，也就是哦，毕其功于一，你当下习缘尽虑，万念俱舍，万缘放下，哦，以无助身心，身心无助之泰然，哦，去承担你当下的境界，你顿然就即身成佛。本来只有讲这一个，那么无奈乎众生执着分别妄想身后，哦，引这一些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所以在迷惑造业受苦当中，哦，轮回不已，苦无出期，所以才以善巧方便，哦，细说这些所谓的小乘。哦，这些所谓的人天成，乃至于哦解析六道轮回的因果关系，哦，包括这些之所以然，哦，更知其所以然的理路，哦，也是为了让我们哦在梦中能够即刻醒来。所以我们整个宇宙人生，我所处的这一个状态，其实实着说是一个大梦。哦，那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一个小梦，小梦大梦的原理原则通通一样，哦，只是依我们的根深蒂固的执着，哦，去认假了它，哦，成为真，那这个真当然是假的真，哦，那因为我们众生在迷惑的境界里面会有所谓的习惯的问题，当习惯根深了蒂固了，我们就很难挥之而去，所以才会那么累，还要花很多的精力时间再熏染回来。所以文心成种嘛，是用熏修出来的，而不是去用了解出来的。了解了，哦，如果你不去熏修，你的了解就是所谓的知见、知识常识。那么如果我们在了解的这个学识里面不断的去熏染的话，你这时候就会变成着着实实的行正功夫了，哦，那个先行而正嘛，正实道，哦，毕其功于一，哦，佛家讲什么是得一万事毕，哦，就解决了。这个一也是一乘教法的一个宗旨，所以唯说一乘，无二无三，哦，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不是本心你怎么学都没用，那怎么是本心呢？但与名师，哦，直指而归，这一个在禅门叫什么？菩提波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虚假大善之事，是的，见性。所谓大善之事，即是明心见性，大开圆解，哦，离心不乱境界以上的这一个生命体，那必须要遇到，哦，所以在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里面有讲，哦，这个阿难尊者当年问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一样在学佛是佛嘛，哦，就要学佛的意思，有的人得到了凶灾，有的人得到了吉祥，哦，这是为什么？那么释迦牟尼佛才告诉他这些理路，因为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啊，有的人做错了有的人做对了啊，有的人解对了有人解错了啊，有的人误解了有的人没有误解啊，哦，这林林种种终归的源头就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从名师学界与佛。所以他讲学习从何开始？从名师学界。所以这个明白的老师，也就是明心见性的大善知识。所以宝智公禅师一言，不逢出世名师，枉服大圣法要。所以即便我们在人间再聪明才智，我们去阅览群书，
阅览全集，阅览了所有的这一些三藏十二部，我们通通还是用着我们的有思维之心、意识心，去解读它，它还是错，毕竟嘛，众生以有思维之心去测如来圆觉之智了不可得，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只能完全托付给佛菩萨，一点自己的思维都不行，因为只要有众生之思维之心，我们就是一种障碍，就是没办法全信。那么所有的生命的提升升华，关键都在一个信字，信字信他，信理信事信因信果，关键在第一个信字。那么相信自己有所能力，能够办到，毕竟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一切众生亦当成佛嘛，所以一切众生本有的这些如来智慧德相无二无别啊，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若远离妄想执着，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私智自然证得。如果我们没有最基础的这一个信，我们就没办法办到了，所以你要有这一个根深蒂固。那我们现在很多就是缺乏信心，现在所有不管是学佛的还是各个宗教还是各个学术门派，都是缺乏这个信心。常常有的话是什么？学了半天，然后要论及他学的里面的境界的时候，最后就冒出一句不可能，对，或哪有可能，对啊。我常常听到学法的人这样讲呢，学佛的啦，然后学佛要成佛啊，他好可怜，对，马上就没了。所以这个叫做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学佛当然要成佛啊，就好像你学到你最低标也要成为真人啊，再上去仙啊，你要成仙啊，再上去成神啊，神有不同层级啊，那你要不然你学道干什么？那你学儒，你当然可以什么成就圣贤啊，人家弟子规不讲了吗？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至，对不对？你只要不自暴自弃啊。所以什么叫不自暴自弃？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对佛菩萨的教诲要有信赖。你这两个具足了，你后面的因果理事就简单了。因果理事难就在于前面两个字，这个信的两个关键没有。所以万丈高楼平地起，那个平地就是自己，从自己要去做一个调理。所以什么叫学，什么叫做这个接触而已。学就是把我那个对象崇仰的对象塞进来我的生命状态里面，叫做学。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多数连学都称不上，那我们知道学了你才有办法修，修了才有办法证。那如果连学都称不上，那怎么修？后面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连学都不太能够有。你比如说佛菩萨叫我们什么都不要担心，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做不到就没有学了。我们做不到是我们有做不到的想法思维，对不对？佛菩萨没有这个，所以佛菩萨说什么都不用担心。那学他就是把我这个丢掉，把他的塞进来，这个叫学。那如果你懂得学的门道，那你的修跟证也就太简单了。所以知难行易，这是佛法。世间人为什么讲知易行难？因为世间人迷惑迷失，世间人没智慧，所以他把真理搞乱了，颠倒了。所以真理是知难行易，他偏偏要知易行难。所以常常讲明明知道啊，可是做不到啊，做好难哦。明明知道要放下，所以这一个知道就表示不知道，是你自以为的，是不是又没学了？对，所以有一个自以为就不是学习者，所以要学什么你就要像什么，像久了你就变成他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捷径，不要绕路了。对啊，你说你们人生如果没有人证明给你们看也就算了，对不对？请问我们证明了我们证明了几年了，对，怎么大家还是没什么信心？对，你们在座也没人比我穷过啊，也没人身体比我差过啊，对不对？我是为我老母怀胎的做烂嘛呢，我们身体，我妈妈在怀我胎的时候是她这一辈子身体最差的时候，
对不对？那个我在里面，你看多倒霉，那也不能怪妈妈、啊。我一直觉得我妈不知道是哪一尊菩萨示现人间在锻炼我的，知道吗？常常我有遭遇到非常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境界，对，然后淬炼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比以前。老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对不对？那我们人生有没有遇到比这个更难的？没有啊，对啊，你们有一个礼拜只有果酱吃吗？也没有啊，所以所有的人基础都比我好呢。那我们可以努力去印证佛法，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满人生，谁办不到？通通办得到，只是你们少熏修这样子而已。不是你们没有能力，所以现在七月时啊，看看你嘛，跟咧竖起竖起啊，也没什么特别那个啊、哦。即便有地基组哈、哦，跟好兄弟哦这样沟通一下，也没什么大碍啦，你懂吗？你要听一听出去就没事了啦。为什么？因为你转念了，你懂吗？所以学就在当下，所以佛法有一句话叫做直下承担。我在现在，我就在现在。哦，没有其他的，因为时空真的是这一回事。我现在也是幻象哦。那么现在尚且是幻象，我的昨天以前是什么？更是幻象。我的明天呢，还是幻象。所以三际不可得，所以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常作如是观，你自自然然契入空性。一旦入空性，真如之体就不能意会。所以要往那边去成就你们的无上美好的生命状态哦，那时候只要往前跑，后面就不存在了啊！不要学那一只小狗哦，一直要摇尾巴啊，怎么都摇不到底下水玲珑，对，它只要大步往前走，尾巴跟着它，所以尾巴代表着美好哦。那你只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步往前迈进，所有的正向的东西就跟着你跑了，你不必去追逐。那你一去追逐的时候，就像那个小狗，为了得到尾巴，先跳起，哦，还没咬到，已经跑到，在那边喘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不是真理的运作。那大步往前是什么？把你们的最高，你们认知的各个有所不同的，你认知的最高境界定下来，往那边努力就对了。其他只要跟这件事情不相关的，通通不干我的事。所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今天讲到这边，感谢。嗯。悉那娑罗罗，萨勒多罗伦波罗。Sadhu